雪冷静。就往殿下。二子为公。就等候你一声令下。既然来了，就一个也别想走。这是难得的机会。先生的意思，殿下可以暗中相助。师父，我要出一次门。咱们长留不应该插手人间的事情，尤其是皇权斗争。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好兄弟，想不到他都会背叛我。一臣之见，挟王建为帝，主中国之命。还请殿下助我复位。师父，我不能把太多路可走，照顾好自己。此次回蜀也不是喜事，今日恐怕是日长留永别离。殿下，我们打进来了，快去找他们。不如我好好伺候一下，给他们制造一点麻烦。都